外地媒體報導話，蘋果中國公司相關人士咁啊否認蘋果喺八月七號發布嘅 iPhone 5嘅網上傳聞，咁啊並指咧目前咧仍未收到咧接獲啊美國總部關於新一代 iPhone 嘅任何消息。外界分析啦，按蘋果推出嘅 iPhone 嘅速度啊，兩代產品往往都係隔一年以上噶。iPhone 4S 咧要喺2011年嘅10月5號問世嘅，而 iPhone 5咧最有可能喺10月發布噶啦。另外啊，操作系統 iOS 5同埋 iPhone 4S 喺去年10月同時亮相，咁喺蘋果咧喺今年6月12號啊全球開發嘅記者會上面大會上邊咧，咁亦都咧曾經表示 iOS 6啊會喺10月上市㗎。